这怎么买起首饰来了？你真的有一个未过门的妻子？说给我。虽然人家叫白漂亮，确实是又白又漂亮的，很难让人家坐怀不乱了。可是我们人要有别，又是个重要事，这样不好吧？你现在可以走了。真的假的？唐天师果然是唐天师，嫉妒不凡。安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待在我身边三步之内。这个镯子上面呢，是我自创的不离锁，你也别想摘。我不信。我信了。你可以给更多的人做榜样，接受我的言传身教。我不想这样。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你实现好行不行？十步不行的话，8步，这样一口价，5步。小丫头这么勤快，不过想读几部书，我替她买。多谢大哥，你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么喜欢读书，喝一遍菩提静心经，说不定我会考虑一下改个部署。没问题啊，让你折磨我，这就让你尝尝心痛的滋味。你心心念念的七曜神玉就藏在这里。摸够了没有？你这个顽劣的小妖，没个3年5载，小红书。